昨天你没来我出没。对啊，昨天在玩地平线的时候，熊友一起。The Viking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on their neighbors across the sea. The samurai lands were guarded by an ancient sea fort, one that the Vikings believed to be poorly defended. 武士的防御有这么弱吗？既然都要买，怎么不出个出去留下二之类的，适合千鸟玩的冒险游戏？为什么出去留下二是适合我玩的冒险游戏呢？我也觉得不要小看武士，武士还蛮厉害的。我刚开始跟熊玩的时候，有被熊的武士砍死，在我们都还是新手的时候。抢滩战通常都会死伤非常惨重啊。Apollyon's war had taken us to the edge of extinction.But that raid reminded us of who we are. 不过我已经是海上的王者。We began with a fortress on the sea. 因为出去留下根本不需要开枪，只要好好探索的游戏啊，所以这样比较适合我吗？我有打得这么不准吗？我来喽！哇！杀！加速，加速！盾牌巨豪，哎呦，还有这种哦！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撞得过去吗？目前很穷，哭哭。百夫长很强，会玩。我好像有听说过这样，在群组里面，好像没有中文的。我一直都很喜欢熊，很可爱又亲切。对啊，熊很可爱吧？我没有办法学它，因为我很害羞。不敢很亲切，毕竟是个轻松好玩的游戏。然后遇到本多忠胜、真田信村、上山千信、伊达正宗、武田信玄、丰臣秀吉、织田信长，你怎么背这么多人的名字啊？一定要买游戏，一上 Steam 就看到 Far Cry。所以你买了吗？哦，没有买哦。Fortress hadn't worked for a century. All we had to do was get through them. 我怎么被换回这一只了？ Everyone to the gate! 小心哦，小心哦！Those gates moved, the whole plan changed. 为什么整个计划改了呢？
记得大家是不是？只要常常来留言的话，都会记得。过去留下二的英文名字就是，原来是那个奥莱的。我想说你到底在说什么其他游戏？真正的千鸟粉都会知道熊的全名。熊的全名，我应该没有讲过熊的全名啊。有吗？我有讲过熊的全名吗？哎，熊哎，熊熊，熊来了，笨熊杀，他们打不了啊！啊，我是不是要忽略那个目标了？笨笨的，我以后要跟着大家一起杀。哎呀，跌倒跌倒跌倒，这个你妈有。我觉得如果这游戏有出现本多钟声的话，应该会是一场激战。这里面没有武将吧，应该是不会有。闪避，应该不会出现武将，不然千鸟子会像老虎，虎牢关前面的小兵。哎呀，好多好多！哎，别啦，别啦！哎，我爬上来了吗？哦，厉害哦！我地平线照了好多照片，地平线的拍照真的很好玩，超爱。另外是日本战国第一猛将，很强，没有人能赢他，他就哭啦。除非我是当他啦。刚说完是吕布，吕布就出现啦。刚刚有人说吕布吗？还是我要枪掉了，没有注意到，我其实有枪。Warborn are dying down there. 哦，我把它插上去，那边可以插。可以用推的，就是要用推的，这就是维京人。维京人的战斗艺术。哎呦哎呦，这次这次我超怕的。可是我把他推下去摔死了，我超怕那一次居然推下去摔死了。很多终身怎么死的？有人说他是自杀的，还是很疑问。这样子哦。
出现了吕布的跳下枪，用赤兔马把小兵踩。这样子啊、哦！啊，这边没有地方可以摔。打这种快的对我来说很难打。怎么好像还好？怎么好像我每次讲很难打就打起来都很顺畅？我知道吕布是谁啦，吕布是那个有两根触须在头上的那个武将啊。To do now was push them back.老蛋来喽！好帅、哦，我觉得日本武士就是超帅，最喜欢的是他们的战斗方式。手をぶち壊しよって、この城は落ちた。もはや兵もおらぬ。我が命もほどなく尽きよう。門を開いたのは貴様だ。その命であがれ。You're in my way. 他
讲的是我，我根本听不懂啊。应该说我的角色根本听不懂。对，这种就最讨厌了，我最讨厌这种快速的。不要！我讨厌日本武士就是这样，他太快了。なかなかやりよるわ。我根本就被他打着玩啊！千鸟少念一个字哦，贝贝。难道是柳生忠义？你知道他是谁？日本人当然讲日文是没错啦。我原本以为他会讲英文，我刚刚那时候在想说他会讲，他到底会讲日文还是讲英文？结果他真的讲日文。有机会。我还用之前对付那个谁，也是这样。大した腕だ。貴様に呪いあれ。哦，晕了。之前对付那个拿武器很快的那一只，我也是这样。報いを受けるがいい。反正我每次破防有扣到你血就好。愛した腕だ。来啊！なかなかやりよるわ。谢谢你的夸奖。哎呦！我等你复仇没了再跟你打。今はしき化け物め。我才不是什么怪物嘞，我是正常人好不好？我是正常的维京人好不好？你比较怪物好不好？你砍的速度那么快，谁才是怪物啊？快结束啦！你那么少血，你还说不会结束？你想得美嘞！哇！貴様がすべてを奪ったのだ。死ね！再见啦！居然还没……好，再一次。門を開いたのは貴様だ。他已经开始重复了，语无伦次了，快要赢了。语无伦次，赢了！呀！我竟然讲冰岛文，是哦，虽然不是讲英文哦，我可以帮你，安安阿马来兄，我跟他自己打赢才有赢的感觉。有剑圣称号的人，又是一个熊熊，熊族很多的，再下一只马，你什么时候变马了？武士刀讲求速度，对啊，帅，我很喜欢，我觉得好帅。你不能这样，人家都没补血。当然啦，阴险一点这是必须的，不然怎么赢？战地腻了，不是要练抢攻吗？我明天才有空练。一个打带跑八给莫诺，不是笨蛋东西的意思吗？八给莫诺。发给魏诺，发给算了，不懂。好，
你看我要浮血了。每次玩法都不同，蛮新鲜的。这样子哦。围巾都是正面打，你都跑来跑去补血，我是阴险的围巾。哇，好久不见啊！冷傲憨包，好久不见。围殴才是王道，没有荣耀，只有围殴。冰岛文，结果以为全天下外国人都是说英文的。我知道有其他文啦，但我都听不懂啊，都听不懂，都听起来都没差啊。没有在美版讲冰岛，是哦。维京人没有荣誉心，所以战斗的时候背对对手逃跑也是不怎样的事，很有道理。美版的剧情。抢攻太累，比突袭还累。我都还没玩过，有空一起玩线上啊。好，如果有空的话。啊，把 game on 哦，对啊，是日文啊，是怪物的日文啊。把 game on 哦，是日文哦。我终于看懂了。That day reminded our people what Viking fury could do. The Great Raid, they would call it. 哇，我们好狠哦！我一听人超狠，整座城都烧掉了。王八蛋是把嘎呀咯，这不一样。千鸟马上把游戏完成，没有荣耀再混，没荣耀再混，本来就没有荣耀啊，这个游戏。